到这个情报，日本人的行动就掌握在你们的手。这一块一块的老人头，可都是人民的血汗。老实告诉我，王凡是不是你们同党？暗号是什么？藤井是怎么样交代你？井狗兔，你多少拿出点良心来。带王凡。是。吃喝嫖赌是风花雪月，哼，越是这样的人我们越要注意。说，除了唐毅之外，此地还有多少同党？为什么活跃小组没有一个能逃出来，只有他能逃出来？你吃了多少空缺，卖给卓寡妇多少武器弹药，史团长是一清二楚。这是你的地盘，你可得拿点良心出来。那不行，李铁生是我的保镖，没他我就没命了。这是命令，任务完成不了你也没命。杀！